大家好，这个是曼哈顿的 City Hall， 然后这边好像是布鲁克林大桥，我不确定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。这边呢，现在有很多摆的这种一两块钱的，还有很多卖画的，然后这里的游客特别特别多，我们过来随便看看哈。这些画都是立体的，你看它非常的立体。你看一晃的话，它的这个颜色都会变，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变。这边会变，这个也会变。哇，它能变好几次啊。这里有很多贴画儿，贴床头的。自动变换，看。这边的帽子是5块钱一个，这里是一些钥匙扣，1块一个。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呢，其实是非常有名的。如果你经常看美国电影的话，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。当一个电影想展示在纽约取景的话，这一个大桥是必取景的地点。比如在《破产姐妹》当中，片头就有这个布鲁克林大桥。Thank you.
远处擦玻璃的这个架子已经斜了。他们这样擦玻璃可能会有危险呀。你看这边也在擦，这边就没有斜。但是这一个刚才斜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对吧？刚才出了一点问题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平衡了。